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回向。那么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少数的初学者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就跟大家闲聊一下。不管是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只要是佛教当中呢，都会讲究回向。我们做善业之后呢，毁坏善业的有四种因，这个哪四种因呢？一个是邪回向，一个就是不做回向，还有呢宣扬以及生懊悔，这四个呢是毁坏善根的因。所谓的邪回向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当然是回向恶业，就是说他虽然是做了善业之后，但是他想要报复某些人，或者是说因为自己心怀嗔心，想要这种以我们的这种功德吧，善业所做的这种威力，然后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在过去很多公案当中，或者是佛经的传记故事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记载。那么会不会有形成这种威力呢？会有的。虽然他造的是善业，但是呢，这个就好像我们说一个材质，一个黄金的材质，它是要做成一个马桶，还是要做成一个佛像法器，还是要做成攻击别人、伤害别人的武器，这个都是靠回向来决定的。所以呢，如果是做这种颠倒的回向，那么也是会造成这种影响。还有一些现在在台湾当然是不会有，但是呢，在过去啦，在西藏，很多人他们慕名念经。然后请这个出家人做回向的时候呢，会希望就是因为过去古代有一些战争嘛，村落跟村落之间有一些不和，那么他们会回向这种就是损人利己的回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打败对方啊，然后能够我们家族能够战胜啊等等的。那么这种回向呢，也是不如法的回向。所以呢，过去的这个佛子行三十七颂的这个作者吴卓贤大师，他就特别提过，我们作为一个帮人这个念经也好的修行人，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这种修行人在做回向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如法的回向。有这种损人然后利己的这种方式的回向呢，都是不太好的。那么第二种就是不回向。所谓的不回向呢，就是说他做完善业之后呢，不管是忘了回向还是时间太着急没有回向的话，我们所做的善业虽然说它还是会有种因得果，还是会有它相续的果，但是这种果会非常的小，也就是说会有点事倍功半的这种意思。而且呢，这种如果不做回向的话，它成熟一次同类的果，比方说这种我们说去放生，放完生之后没有做回向的话，它会成熟一次这种果，可能让我们某一次生病的时候，然后身体好的快一点，或者是能够健康一些。一旦这个果结了，就会消耗殆尽，也就会消失了。这个也就是不回向的。而且呢，在不回向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这个中间后面又升起了一些贪嗔痴等等的这种五毒烦恼，那么尤其是嗔恨心，这样子的话会把我们的这种善业功德也会焚烧殆尽。就像大家都听说过的这种火烧功德林，还有一嗔能摧毁千劫所积善。因为我们造的烦恼如果没有把这种善根及时的做回向的话，那么呢就会被这种小偷的啊，或者强盗啊，类似这样的盗贼所抢夺一空，就会烧掉我们的这种善根。所以呢，这个在做完善业之后，赶快这个念一个回向偈、回向文，然后做回向，就相当于把我们的钱财放到了这种保险柜，或者是存到银行当中，那么会比较安全。这样之后呢，如果有再升起这种烦恼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至少这个善业功德不会受影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宣扬我们自己的功德。现在很多人呢，很习惯就是今天念了多少经啊，念了多少咒，现在在修什么法呀等等。宣扬功德会耗失我们自己的这种福德，因为美名这种
美誉就是名声地位本身它就已经是一种我们说是福德之良了。当我们在自己说出去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把我们的福德之良去在消耗了。所以我们说福禄寿当中的这个禄，就是我们的名声啊、地位啊，这个人有这个美好的这个声名啊，其实也都是一种他过去所积累的这种善因。那么我们自己去说出来，就已经把我们的自己的善因已经是消耗掉了。相反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是要去我们不能说宣扬了，但是应该是要去揭露我们自身的过失。越揭露我们自己的过失，一方面呢代表我们有知耻有愧，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勇于把它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错误。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减少我们的罪业，也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这种罪业呢，以这种稍微的啦齁，就是能够去提前的去被人家嘲笑也好啊，讥讽也好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把我们的这种过失说自身的，我说的是自己的过失，不是说别人的过失，把我们自己的缺点过失去说出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减少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这种罪业。那么所以呢，宣扬也是一个毁坏善根的一个方面。再来就是我们说生懊悔，就是升起后悔的心。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做完善事当下可能不觉得，可是过一阵子呢，如果他之前又没有做回向也好，或者说他之后这个又起了反感，然后呢自己心里面又觉得是被逼迫的还是被骗的，然后甚至看到一些所谓的内幕，或者是一些种种自己之前没有发觉的事情之后，对自己之前所做的这个善业善根又升起了懊悔之心，这样子的话呢，也会把我们的这种善根摧毁掉。因此呢，这四个呢，一般在古代大德里面说，这四个就是摧毁我们善根最大的敌人。那么因此呢，做回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只有我们先提前做完回向，或者说在藏传佛教的传统里面会非常的强调，哪怕我们在念经念咒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止语，就是静语不说话。一旦要突然间有人打电话给你或者要讲话的话呢，也是要最好能够简单的念一个回向文回向偈，然后我们做一个回向，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之前所做的善业功德呢一点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那么不会就是被我们后面所我们不知道接到电话可能是让我们升起很烦恼的事情，或者是会让我们很升起嗔心的事情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及时回向的话，也会因此被我们的身体所造这个口业，或者是我们心所造的意业等等所摧毁掉。再来呢，很多人或者说有一些传统的我们说传统宗教的人，他们不舍得做回向，他认为说回向好像就是他把善根当成一个有形的有一个具体数量的一种价值的东西，他觉得好像回向之后就像分财产，如果我今天多回向了一份，我好像财产就减少一分，然后所以呢他就舍不得回向，只回向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啊，回向比方说有的人在念经念咒的时候都不是那么，或者说在修行佛法的时候都不是那么精进，可是一旦到回向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认真啊，回向我的这个子女啊能够健康，然后学业顺利啊，然后回向我的这个兄弟啊能够这个生意兴隆啊，回向父母啊能够这个长寿啊等等，反正就是他不舍得把回向给大多数的，或者说回向菩提这样子所有的友情，只回向给少数的自己身边的对自己好的这些人。那么如果是一种仅止于或者说这种概念，觉得说因为我们回向了之后善根就越来越少的话，这个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其实相反，我们做回向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将这个善根回向菩提的话，在佛经上的比喻就是一滴水，我们所做的善根就好像一滴水一样，当我们回向大菩提，也就是回向遍虚空尽法界的一切友情，然后希望他们能够证得
佛果脱离轮回证的涅槃这样子的大心愿的时候，这个一滴水就像滴入大海一样，等到在这个大海没有干枯之前，我们的善根都不会消失。那么西藏以前还有一个故事啊，也算是一个比喻也好，这个故事就是有这个两个人去一个地方朝圣，然后每一个人都身上背一袋长巴粉，也现在算是面粉吧，他们这个食物。然后有一个人很聪明呢，他就是觉得自己带的很少，然后因为他比较贫穷带的很少，另外一个人比较富有，他身上带的这个长巴粉比较多。然后后来他就说呢，那我们把两个长巴粉混在一起，我们这样子一起扛，我们一起吃。然后另外一个人也同意了，所以他们就把长巴粉放在一起。后来吃了很多天之后呢，那个就是比较富有的人就发现，哎，你的长巴粉应该吃完了呀。可是打开这个面袋袋子一看，发现哎，里面的粉都还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混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这个比喻它意思就是，当我们的善根回向大菩提的时候，到我们的这种还没有真正证得佛果之前，我们的善业都不会消耗掉，都不会用完，而且呢，它不会不仅成熟一次，会有不断在我们未证得佛果之前，它都还可以不断的受用，还可以，就是善根会不断的在成熟。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回向大菩提有这样子的，好处。那么还有另一方面呢，也就是回向这个也是让我们的心量能够打开。当我们的心量越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福德也是越大的。这个是在所有的佛经当中也好，这个论点当中也好，都提到的。我们的心量越小，其实我们的善根这个越执着的话，它所得到的利益是越小的。所以以古代大德来说，真正的回向其实是应该要做到所谓的三轮体空的回向。只有做到三轮体空的回向呢，它才是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所谓的证得圆满正等正觉菩提之因。可是以我们凡夫来说呢，三轮体空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回向的人，所还有这个所回向的对境，以及这个回向的这个事情本身，这三者都是以空性来摄持，无缘来摄持的话，对凡夫来说是做不到的。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些善巧方便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呢，我们可以用随许回向的方式，比方说过去，我们常常念的这种普贤行愿品里面这个偈颂，就是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许一切常修学，随彼一切常修学这样子，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善根，过去这个文殊菩萨怎么样的回向，普贤菩萨怎么样的回向，我也随跟他一般的来做回向。或者说有些偈颂是意思就是说过去诸佛怎么样回向，未来诸现在诸佛如何回向，未来诸佛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做回向。以这种我们说附带的方式来做回向的话，第一，过去我们说三世诸佛都已经成佛了，那么文殊菩萨跟这个普贤菩萨他们也都是等地的菩萨，他们所做的回向一定是三轮体空所摄持的这种大菩提的回向。那么我们就是以这种心想也好，这种意愿的这种方式呢，来跟他们一起学习来做回向的话，那么等同我们可以得到类似的像三轮体空的摄持的方式，那么所做这种善根的回向。所以呢，这种回向的时候，不是说不能做个别众生的回向，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所谓的回小向大，就是说在我们做完或者说回向给我们自己的施主亲朋以及一些特定的众生之后，还是要做一个这种大的回向，大菩提的回向，那么这样子会比较如法。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就先跟大家先简单的分享到这边。那么其他还有一些要详细讲的部分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阿弥陀佛。